今天开一个真正的榴莲盲盒，上次你们说那个裂口了太大了，然后今天重新买了一个，今天这个是花了149，看看今天这个能开几番肉。哇，今天这个肉好大呀，但是好像也熟透了呀，也有点熟透了，一发，哇，这好大，两发，三发，这个算一番吗？这一点点，三发，那个就不算了吧。四发，五发，哇，今天六发肉，今天开了六发，149，你们说值不值？开了这些，先来一口啊，榴莲热量特别高啊。你们记得把小果冻吃起来啊，小果冻还是79.9发9盒的啊。